十三日下午，电影《女教师》的演员刘仁英和李元根在釜山海云台进行公开对话活动。虽然是上映一段时间的电影，但还是吸引不少观众前来。刘仁英在片中的角色可是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妈妈，我家有块就是怎么样出发的人。너무사랑스럽고이제소녀같은순수한모습이많이보여지잖아요근데그뒷부분에어떻게보면재하의가장큰반전이라고볼수있잖아요、네、알고보니이제그게다계획적으로이제효주한테접근을했던부분그런부분들이아마관객분들을보셨을때되게크게충격적으로많이와닿았을것같아요저는그냥일단누나의그런되게그순진하고되게뭔가예쁘고밝은미소를띄우는그런모습만보다가그렇게변화가있었을때에는깜짝놀랐죠저렇게선해보이는사람도저런모습을보일수있구나당연히난데来到釜山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吗사실서고싶은게되게많았었거든요근데어저께레드카펫을하고제가너무예쁘게보이고싶어서약간이렇게노출이있는옷을입었는데、네、감기가너무심하게걸렸어요 그래서어제바로약먹고오늘도이제일정이있으니까、네、먹고계속잤어요부산에있는동안은1일1소고기국밥을할생각이고요 네그래서정말맛있더라고요정말서울가면은계속생각나고뭔가숙취가있을때도생각나고그걸먹으면서、네、부산날씨도너무좋으니、네햇살맞으면서바닷바람도맞으면서시간을보내고싶습니다